大家好，这天是午休后的侠乐子。你坐下，我给你拿好吃的。没事儿就得来要点坐下，好吃的。坐。咱就是说，谁家小狗像你这把馋？这小狗虽然馋，但该说不说，有一点是真好。吃吧。你看它这个警惕性是真高，这我喂的东西都要闻一闻。平常在外面，别人给小豆干儿，那都不吃的。这对我还挺不好意思，毕竟人家也是喜欢它。还好人家小姐姐会脑补，就觉得是我训练得好。这家伙听见声音就过来了，绝不允许我吃独食。自从有了小狗，吃酸奶的乐趣少了一半，酸奶干都是小狗的，那不给也不行啊。旁边坐着个小要饭的，只要你喂过一次的东西，它就知道它能吃了，你一吃它就要。咱就是说，这聪明劲儿能放在学习上，转圈不早学会了，瞪着两个无辜的大眼睛，没法不给。反正我是受不了。奶揍啊！又开始了，听到门外有动静，吉祥看家，被我无求制止。听说对着狗说"呼哈"就是骂它，我试了一下，红奔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